11月30日，朱丹发文感谢医护人员，称三个天使姐姐帮我搞定一切，怎么他们就不能变成田螺姑娘呢？还晒出护士围着宝宝笑的照片，对此网友纷纷为朱丹和宝宝送上祝福。据悉9月28日，朱丹顺利生下女儿，前不久朱丹微博晒出一张宝宝的照片，配文：第一次你在我怀里安静的睡着了，曾以为分娩是最大的痛，却不知还有一个软肋骨发炎在等我，每天如针扎，想抱你却疼到龇牙咧嘴，一次次你在阿姨怀里，我在烤灯治疗，我甚至嫉妒每个可以抱你的人，终于今天你在我怀里安安静静的睡去，心的酥软就是这样的感觉吧，宝贝，从此妈妈的怀抱会是你最安全的依靠，没怕，妈妈在。照片中只露出宝宝的一只耳朵和一只小手，胖胖软软的，很可爱。网友见此纷纷留言：加油加油，伟大的母亲，每个妈妈都是伟大的妈妈，加油，最棒的你，多希望不久的某一天可以拥抱你。